梨子啊，超级大颗，这台湾梨耶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原来这边还有更大的，还有更大颗，哇，这台湾梨吗？更大颗，这台湾梨耶，这已经跟保龄球一样大颗了，什么鬼？超大颗，哇，爆炸大梨，1000块，对啊。可是这样子，你可以几个人把它吃完？哇，这个应该要10个人才可以把它吃完吧？所以一个人100块也差不多，那还好啊。如果好吃的话，那还蛮划算的。你看，巨无霸这可以10人份哎！你看10人份的梨子哎，啊，你可以，你这個你可以买一颗啊，跟正常的梨子也差不多钱啊。如果10人份的话，你可以分2天。啊，没有是怎样？更便宜啊！麻豆，一颗梨子你平常是多少钱？4颗100元。哇，怎么还？4颗是4人份吗？如果说是给你吃的一碗的话，那叫8份。哇，8人份。